看看新闻网。目前，这名遇难者的遗体正在进行尸检，而当地的验尸官富克罗也表示，目前不能排除这名遇难者身体曾被碾压的可能性，因为在事故发生当天，他没有对遇难者遗体进行全面仔细的检查，因此不清楚遇难者是否有外伤。富克罗说，尸检部门将尽快完成尸检，尸检结果出来后，将会先告知遇难者家属，然后再公布结果。 不过，美国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此前曾表示，认为救援车辆曾碾压一名事故遇难者的说法是没有根据。